和安等座，时间4:14，2:16:41。有啲人开始2:42，唔系新增咗每周任务嘅，完成咗就会送经验俾你啊嘛。好似人 B M 俾人都系送5000个经验，有几个？假地如果有几个夹埋4个啊？假设20000经验，20000经验等同于玩咗 round 咁解。完成咗每周任务咧，就会送一个好特别嘅 skin 俾你。呢日四日，仲要个亲戚仲要对我话打一个。自从上个礼拜一到到星期六都冇玩过，因为个滑雪问题。不过之后就冇事。好想，我觉得四个人玩始终都好过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玩。我琴日一条友玩系劲无奈咩？希望你好 S03GS01，最尾我有見到 Felix Spaghetti， 佢又攞住支12GM Auto 嗰支槍去射。你記得 BF 嗰陣時都攞住支12GM 去射啊，殺咗130000個。你嗰個 Cold Fish 一齊打人哋，但係個 Felix 就係泰國人哋。去最尾個鋪租嘢之地，我已經見到對面都有個 shooter， 俾佢手2次。我個頭一伸出嚟，佢即刻攞支 24隊咁做，仲要好反隊。假如講我喺艘船上邊有啲即係衣物遮住啦，我即刻伸個頭出嚟，佢即刻隊咁做。咁咪幾黐啦，大佬！就算冇計分板。你望到佢點樣擊殺人，你已經有個問題。唔好話佢自己啊，但係都有一句啊，原始啲穿搭廢撲街，都唔係嗰啲自由標準爆肚啲，唔係。今日彈咗2次 game。所以3次啊，然後忽然之間個畫面窒咗一窒之後，成個視窗冇咗，跟住又係崩咗，又要重新開多次嗰個視窗。呢日咪播車車鼓嘅，咁基本上呢一套電視劇每日星期日8:30至9:30啊。多一句，呢個電視劇咪好睇好，基本上日日都宣傳。多一米唱歌嗰班人，即我嗰班第一次拍劇，去到夜晚10:00。他們又開 live 在那個星夢那個 channel 那裡，對於第一次拍劇，還要對著那些叫什麼資深藝人，認識那些姜文那些黃祖藍那些 JW 朱文翰那些，
有個人在個群組講咩？佢話：誒、欸、有個方法咧，可以係咁插分快啲升咧，就係一路都 cam， 就一路都 stay 咗喺一個點裏邊，揦住架無人機喺度 spot， 唔使做任何嘢，直接送分俾你。我諗緊呢個方呢、這個做法好原始。不如你直接抌 sensor， 邊殺邊抌。話俾你聽，我邊殺邊抌已經試過嗰個助攻一百幾個。話俾你聽，我係正宗嘅助攻王，香港嘅。好在用嗰啲乜鬼無人機啊，佢好似啲四 cam 九唔夠膽出去玩，唔夠膽出去曬嗰啲。真係 M7 呢架車咧係改良咗好多。話喺佢嗰啲炮咧射到人哋嘅身體度，咪射三四槍死。今次射咗十槍都唔死。改藥到話，唉，仲衰過我改過。喂，做乜鬼啫？呢架車真係叫咩咧？好揸到咧，但係你又改咗唔住喎。人以駕新手嘛，零基礎去加你，使乜加咧？加，個個都新手啦，即係個個都加。啲人話 rush 好似好玩，係一個夜視救星，人數少啲啊，100个 FPS 唔係皇帝台細咗，好少 downtime 喎，個 movie 啲又好玩啲喎 ，objective 個 focus 嘅冇嗰啲垃圾嗰啲追索啊，但我諗緊個特集咧攞個分數好少嘅，你精紅會可以萬至少攞20000几，但係特集最多即係攞10000几，我真。冚唪都係講關於 A 打 AI 打 AI 打 AI， 佢話咩？有揾過咩？其實咧呢只 game 只要 AFK 可以升呢啊，冇操作啊，係咁跳分啊，冇人玩制喎。或者撳呢個前後左右啊，呢、這個假的嚟講，真係直接攞個無人機。放喺個上邊度係個 sport 喐，一路咧只機內係咁喺度玩個無人機，好原始。sensor 有效率啲啦，你嗰啲乜鬼？你無人機冇效率嘅，仲喺度玩。